成龙吐苦水没振兴好友，全向右吐翻台湾。I can kick your ass without leaving this couch. Show me. 哎呦喂啊，看起来很痛呢。成龙都58岁了，还在武打片《十二生肖》中卖老命。昨天他现身北京鸟巢打片，主办单位为他打造5层楼高的梦想成龙梯。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不止出资拍片，也身兼《十二生肖》制片与成龙大哥的垃圾桶。那我永远呢都是听人家的话。他们会跟我诉苦，他会跟我诉苦，公司人跟我诉苦，影迷跟我诉苦，所以我的苦没人诉我。我今天很需要朋友，我没有几个真心朋友，好不容易找一个朋友，骂骂他。讲讲粗话，我觉得很开心，一个大老板可以听听我讲话。成龙这厢有了吐苦水的对象，而片中演员之一的韩星全向佑为了该片来台取景时，哇，还真的吐了。在海上有这么几天的拍摄，高兴归高兴，和想象当中的还是会不一样。有很多人都晕船了，整天的，一个人是。专家又呕了5次，他一吐那个风吹，哗，整个玻璃都是。哎呵，你看现在船边，你看，哇，是谁呀、啊？樊湘雨啊，要死啊！5次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外墙中干报道。